没事要吧？这全是药，这全都是药，全是糊上的。那我来这个吧，你别嘚瑟，你嘚瑟咋的呢？你害怕啥呢？嘎不着你，你别动。我害怕疼。你放松，你现在就是，你现在不要就寻思那个。哎呀妈，真大呀！能动啊、哦？整个脱落，哎呦，完美，完事儿了都，别动。别紧张，好，这玩意可真是大，恶心了。我给你留的，我必须给你留的。我都晕针呢。你不是带着带总疼咋回事吗？哎，我给你看看，你晕针？哥哥还晕针？你这玩意不行啊，还晕针？真不行啊！我看看打针都冒汗，完有一回打针。都哭的啥了？脸跳白都冒汗了都。那过往那大夫，你给他整那啥去？你给整瓶整个整瓶水喝去，整瓶糖水，甜的。刚喝。你可别吓我呀，兄弟！你这我都不敢抠。我这吓我真的。我给你拿你那瓶水去。就拿瓶水吧。喝了了。晕针的人可不行，晕针。那哪个还有超市？隔壁就有。隔壁就有啊。你想喝啥水？给他整瓶凉的。嗯，快水吧，整瓶甜的，带点糖分的。你太吓人了你！我见过晕针的。真厚的水皮。这个地方就没有上面掉的好，我现在才小的。这都快一两年了，没犯，一年了。那好了就不犯这玩意儿。不犯了。好了就不犯。这个掉的好。这脚心那地方没点事情，这掉的好。这么厚。大坑。来，这个，这是两个。别紧张，兄弟，放松点来。我胆小，你可别吓唬我。大爷们不行。害怕他胆小，别动啊！哎，好了啊！这个药是真的，一次就完事。他这个得两次，还得一次。我贴一回，二百块钱。他正常的都一回。二百块钱。放松放松，别紧张啊！哎，你别动啊！疼啊！你可不能动啊，兄弟！他不行，他被晕针，他害怕呀，太紧张了。你咋这么神奇？多大呢？你看看，你不能紧张，兄弟，你放松点来，放松点，不能疼，你放松点，千万不能紧张。正常，我有准，你没事，你别紧张啊。我使劲给你学一学。我是用治疗案例，咱们治好了比啥的强。那疤痕都不带有的，连印记都不带有的，别紧张啊！我嘎不着你，我手有准。行，这么。我们要那啥，这个都骨头了，一碰出血。这个画能画的有点厉害了，这儿不怎么疼是吧？对，就这一块哈。这个一修啊，这个脓在往外直冒，应该是。那受得了？没事，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你像你洗澡洗澡啊，那些泡沫儿，传进不传？传进吧，传进再造完就传进，传进。开前我都不敢吃，是吗？嗯。
是不是？哦，你什么也都是长是吧？发白的这个地方都是一些脓。好的。今天晚上藏着呢。哎呦，真是。他藏了一夜呢。大象挺特殊哈、啊。是吧？这年老鼠啊。嗯。哎呦，带了个老皮儿出来。好点了哈。这个脓挺厉害的，两天，这东西主要是你这个脚啊没法矫正，有灰指甲，主要是。有灰甲。嗯，你这80%都是灰指甲，它没有灰指甲，它是因为有了灰指甲以后，它是上面高变形凸起来的，压迫的两边往上肉里陷，啊，前面的指甲里面都是糠的烂的。矫正也没有用，就得先治灰指甲，也挺麻烦的，也是。嗯，这弄，这弄还有。小放火。一点都没什么出息。家里有没有双氧水？有，上次那个买了吧，然后有一次很严重，比较很严重一次。你看扣完了以后，好大一个坑里边。嗯。你看呢，这会儿都没有东西了。我一会儿拿双氧水给你洗一洗，你再洗的时候再过瘾了，看这个沫子。这边不疼？疼啊。太浪费了这东西。哎，这泡了多长时间？有十分钟？嗯，差不多。水有点低。哎呀！挺厉害的，这一块是完全在肉里。